这个好说法来讲的话，就影响很大，对不对？怎么讲呢？因为你现在有机，我们在市面上有机的大东西价格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差这么大，那你现在如果说它的营养价值并没有那么高，那这差不多就没有什么可以有明显差异的话。好，时间差不多了。好，这个就是茶树，你们可以揉揉看，这个香味，哎，你们可以揉揉看。先往后走，去摘几片肉桂皮。我们走这里。老师，所谓的茶树跟茶叶的树有什么不一样？什么叫茶树、茶叶树？茶树本来就有一些不同的品种。哦。哎呦啊！所以茶树不是茶叶树嘛？那要喝茶叶的，它会比较强调那个。可是它那个叶子的样子不像茶叶嘛？这边我们走这里哦，等一下老师会，同学会过来，我们先走这边。